非常感谢彬彬老师刚才的讲述。我觉得从养殖熊猫再到野外，从熊猫到人，从山上的树到未来更长远的可持续的生活，其实是描绘了一个非常壮阔、非常让人热血沸腾的一个场景。所以彬彬老师是一个非常年轻，然后对世界充满了判断和想象的年轻的科学家。但是看到现场在座的更多同学，我觉得看到更多更加年轻的血液。所以年轻意味着什么？年轻意味着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有自己的观点，年轻意味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未来有自己更突破以往的想象。而今天站在这儿呢，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空缺、挑战和机会。听起来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是我想这很大的一个题目背后呢，其实是三次我自己亲眼见到熊猫的小故事。而每一段小故事的背后呢，其实都直接影响了我们的工作，也影响了我们对这个世界未来的期待。所以见到熊猫是什么感受？彬彬老师刚才说到了一个十年之前见到熊猫然后误终身的这么一个场景，然后就被熊猫欺骗了。所以见到熊猫是什么感受？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是惊喜，是幸福，是幸运。但是我觉得回顾我自己生涯里面见到熊猫的几次，我觉得是又惊又喜，又羞又气。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第一次见到熊猫就是一个不特别美好的故事。而我第一次见到熊猫是在进入秦岭，这个进入秦岭，我们把我们的仪器设置在了山上，这是这个彬彬老师刚才提到的红外触发相机，探测动物的体温，然后当动物经过的时候自动留下影像，记录它们的行为，记录它们出现的时间，它们的分布区域。而这只熊猫对我们的红外相机迅速做了一件有趣的事儿。我们这个机器才刚刚布设下两天，当时我的设备非常少，我只有3万多块钱，我只有10台红外相机。这只熊猫趁我大意了，没有闪，然后这只熊猫就非常不讲武德的把我们的这个设备给干掉了。所以我1/10的科研经费就在把设备放下的第一个星期就不见了。而很快我们发现山上的动物好像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至少熊猫这个物种不太一样，漫山遍野有毛冠鹿，有小脊，有黑熊，有熊猫，有红腹锦鸡，我们能数出几百个名字。这么多动物里边竟然只有2种动物对红外相机感兴趣，一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聪明的金丝猴，灵长类动物毋庸置疑，对世界有好奇心。而另外一种竟然是大家都觉得呆呆的、笨笨的，好像对这个世界很茫然、很无所谓的这个养生型的熊猫。所以怎么回事？你明明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动物，为什么会敏锐地意识到树上这个小盒子是外来的，会敏锐地对这个小盒子展开攻击？所以熊猫以一己之力改进了中国的红外相机设计。以前是这个样子的，有一个凸起伸缩的镜头，但是熊猫只要看到这个伸缩的镜头，就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想要干掉它的冲动，所以后来变成了一体式的机器。感谢熊猫对中国的轻工业做出的贡献。所以后来接触熊猫多了，我发现这个物种经常在我们趁我们大意的时候做出来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玉米地会有熊猫去掰棒子，狗熊掰棒子变成了熊猫掰棒子，比如老乡会着急给我们打电话说王博士大事不好了，熊猫到河里游泳，要不要救他一下。再到后来传说四川这个面积1.5公里的碧口水库有一只熊猫慢慢悠悠地游了过去，然后红军这个解放战争的时候渡过的大渡河的天堑，又有另外一只熊猫在求偶期的时候不紧不慢地游了过去。所以这个动物发生了什么？我觉得不管是它对于相机的好奇心，还是它各种对于世界的探索精神，在说明野生动物的身上藏着被我们忽视掉的它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探索精神。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探索精神，熊猫在这么多年的保护之后还会有这么大的挑战呢？尽管我们建立起来67个自然保护区，但是熊猫还是被阻隔在20多到30多个孤立的小种群，其中接近一半连20个个体都不到，这远远低于生态学大家所接受的50或者500的最小可存活种群。1988年的时候，我们有个国家第一个大熊猫走廊带规划，
那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从1988年到今天，我们国家绝大部分经济发展，绝大部分我们国家想要推进的政策都远远超额的完成了。那为什么熊猫还被困在这儿？为什么他们的探索精神没有换来他们在这个世界更连贯的、更自由的生活呢？所以我们觉得，我想去秦岭看一看。这个区域是秦岭最重要的三条走廊带之一，在西侧叫蓄水河走廊带。但是当我真正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我一瞬间知道，在过去的20年、30年时间里发生了什么。熊猫的走廊带是纸上的，它在地图上显示成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的箭头，显示成一个面积是2000平方公里的多边形，或者直接粗暴地变成了地图上面的一个示意。而没有落地的野外工作，没有落地的保护恢复工作，大家都不知道在2000平方公里茫茫的土地上，熊猫的走廊带到底在哪。所以既然动物有探索精神，那也许我们应该用更准确的办法，把他们在自然界的探索，他们可能发生的故事，用数学、用图形的办法更准确地描述出来。所以其实我们干的事情今天看起来并不困难，并不复杂。我们决心去没有熊猫的地儿研究熊猫。以前人们就在西侧的这两个条带，大熊猫最好的分布区，但是我们觉得也许沿着公路、沿着居民点的地方，熊猫几十年没有去的地方更值得我们关注。也许西侧的小种群，以前人们不关心的这个孤单的几只熊猫在那个地方探索的区域更值得调查。所以当我们把熊猫的研究从你跟着熊猫屁股后边走，变成跑到熊猫消失的地方，跑到这个世界急剧变化的地方去做调查的时候，我们发现好像得到了一些以前人们没有的知识。比如说熊猫是山地物种，以前人们觉得它喜欢中等的坡度，但是我们发现不对，那是因为我们在熊猫最好的栖息地里面做调查。但是当我们真正去到它们的边缘栖息地，去到它们曾经生存但是又被赶走的地方之后，我们发现熊猫喜欢缓坡，这些平缓的这个土地才是熊猫这一种能量消耗很低、营养摄入不足的动物所真正偏好的。没错，熊猫喜欢原始林，喜欢竹林，但是熊猫不是人们想象之中的山地物种。在秦岭西侧这个区域，其实熊猫的分布概率从低海拔的最高，沿着海拔上升再逐渐下降。这跟以前人们说熊猫不会探索，熊猫不会下到河谷里边穿过居民点进行小种群的连通，好像恰恰相反。但是为什么熊猫没有来？因为居民点，居民点的存在让熊猫在4公里以内对居民点呈现了完全的回避，而在8公里以外，熊猫的生存逐渐变得安全。而当我们要对栖息地进行改造，要帮助这个物种的时候，那看起来4公里到6公里之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域，公路也一样。当我们可以非常准确地去预测熊猫面对飞速变化的世界做出什么反应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简单的一个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一个又一个的小方格。我们就知道了，当一只熊猫出现在这个原点，出现在这个原点的时候，它并不是会盲目的在2000平方公里的山谷之间移动，而是它会选择一些特定的线路。而这些特定的线路在2012年的全国熊猫调查，在2014年、2015年的监测之中被证实，纸面上面的数学计算可以准确的去预测这些小区域熊猫的活动。而在我们进行调查工作的4、5年之后，这些小区域开始了新的管理，开始这个把居民点、把农田、把以前的盘山公路建成对熊猫更友好的区域。而曾经预测的这个走廊带的工作，把2000平方公里的山谷变成了一个8公里长、1公里宽的这个面积只有8平方公里的土地。而在这样的土地之上，我们开始了一个又一个的保护实践，拆除了围栏，改变了这个地方的农田，改变了这个地方的放牧，第一次让这个区域的走廊带从纸上逐渐走到了现实之中。所以我想，熊猫咬坏了我们的相机，这一切是 OK 的，这一切体现了它的了不起的探索精神。而正是野生动物这样的探索精神，让我们不应该只关注它们现在的状况，不应该只看它们现在生活在哪儿，要把这个地方画一个圈保护起来。所以作为科学工作者，如果我们可以去预测未来，如果我们可以去用定量的方法去预警式的管理，
去看到未来这些小种群的需求，那也许生物多样性会因此而变得更加安全。所以当熊猫咬坏了我的相机之后呢，逐渐我们能够在山上更多的见到熊猫，也许它们因为负罪感主动跑到我们跟前，被我们所这个亲眼的所看到。所以在一个这个早春，当我见到这只熊猫的时候，起初它是躲在很远的树后的，所以我们在树林里边听到了很有趣的声音，然后我们迅速安静下来。我们知道远处不远处的地方一定有一只熊猫的幼崽，我想到了我的导师跟我学到的熊猫的叫声。所以当我们静静的在森林里面俯下来身子来听的时候，这个熊猫幼崽它也听到我们走路的声音，所以它反复的发出这样的声音。不知道在座大家都会做什么，但是那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一种无可抑制的冲动，我突然想起我的导师说的母熊猫回应小熊猫的叫声，于是我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发出了尽我自己的一个这个粗糙直男的本能，尽可能的发出了相对温和相对柔软的声音。那一瞬间我的向导跟我同行的保护区的小伙伴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我，他们心里想，我年轻人，我们应该尽可能的避免跟野生动物产生直接的接触，应该尽可能的避免人和野生动物带来的互相的干扰。但是更让我们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伴随着我自己的冲动，伴随着保护区小伙伴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我的眼光，远处小熊猫回应了，它回应的声音也变得温和了起来。所以我们非常开心地在树林之中进行了10分钟左右的隔空的对话，这段对话永远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那天晚上我给吕植教授发消息，我说小熊猫是怎么叫的，是不是这么叫的，他说是。我说小熊猫叫我能回答吗，他说最好别。我说我回答了，而且他也回答了我，他说祝贺你。但是在那之后我们发现，当其他野生动物比如林麝在树上涂抹了自己气味的时候，熊猫会过来闻。当黑熊在树干上面蹭痒留下来了自己的毛发的时候，熊猫会过去研究。我发现各种各样的动物之间好像出于某种奇怪的网络在连接到一块儿。我们发现这个山谷里面没有任何动物是孤立存在的，而不管是保护区的管理，我们的研究，我们对于土地的规划，也不应该只针对一个物种独立存在。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来了，那熊猫是旗舰物种，大家都关心它，大家都把关注资源和金钱投到了这个物种的身上，它是散户物种吗？它能够真的完美的去覆盖其他物种的生存吗？所以当我们看先前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意识到了一个研究的空缺，就是很多物种我们用他们在 IUCN 用大尺度的栖息地的评估来去看他们跟熊猫的重叠，但是当我们真正到山上看见一只一只的动物，看他们的变化的时候，我们很吃惊地发现山里边的亚洲黑熊越来越少，曾经漫山遍野到处都是的林麝已经不见踪迹，好像毛斑鹿在增加，但是与此同时斑羚也在减少，小几的情况好像在不同区域呈现了截然不同的面貌。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当我们真的建立起来几千个模型，一个一个的去追溯每一个物种在一个小溪谷在一片倒木前面的栖息地选择的时候，我们发现不对，熊猫喜欢竹子，但是小几讨厌竹子，豹猫回避竹子，熊猫讨厌人，但是一些中小型的食肉动物它们对于村庄有强烈的选择，熊猫喜欢平地，但还有很多动物喜欢坡地。我们关注的自然的细节越多，动物之间就呈现越不同的状况，因此在大尺度上它们可能互相重叠，但是在小尺度上它们呈现了截然不同的面貌。比如大熊猫的8个走廊带，有一些对于其他物种非常好，有一些对于其他物种毫无依据。所以当我们的保护区还在为熊猫建立的时候，也许这千千万万个对熊猫有用的措施我们应该忘掉熊猫，我们应该站在其他物种的角度，从这些熊猫保护区和熊猫政策里面选择到最优先的政策，
来帮助更广阔的区域。所以当我们重塑过去中国十五年的栖息地环境变化的时候，我们看秦岭的山川，我们会发现熊猫变得很好，到处都是绿色，而跟随着熊猫一起变好的还有野猪，还有斑羚，还有小麂，还有羚牛。但是还有一些动物它们被遗忘掉了，比如林麝，比如鬣羚，比如亚洲黑熊，它们仍然在一片向好的情况之下出现了大面积的栖息地的衰退。所以熊猫是一把大伞，这把大伞成功地保护了大面积的土地，但是我们时刻应该记住，真正在广阔的荒野之间，这把伞是有漏洞的。而在未来更预警式的、更长远的保护，希望我们能够从生态系统，从更大的视角来去规划一片一片的森林。而在我们的工作进行到半年之后，我们发现这个山里边还有一些以前我们所不知道的动物存在，比如会拍彩照的熊猫。传说之中熊猫只能拍黑白照片的情况，在这只棕色的大熊猫身上并不存在，它不需要吐出舌头就可以拍彩照。而当这只棕色大熊猫独特的色型出现之后，迅速有一只黑白熊跑到了棕色大熊猫的这个区域，它好像敏锐地感觉到了棕色大熊猫的存在，在这个地方打滚，在这个地方留下毛发，留下自己的味道。而就在两天之后的夜晚，这只棕色大熊猫又回来，它们好像在隔空进行对话。而当这段视频出来之后，我们非常欣喜，我们觉得曾经传说之中的秦岭棕色大熊猫还在，遗传多样性还在以某种奇特的方式在秦岭延续着。而在那一瞬间，我们突然意识到，不管是在大山深处的熊猫和金丝猴，还是在我们城市身边的动物，有大量被遗忘的细节，而每一个被遗忘的细节背后都需要我们人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去寻找新的思路。比如说画面之中的动物好像左边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而好像右边这些近在咫尺的动物往往被我们忽视掉了。所以除了广阔的荒野，我们有超过50%甚至超过60%的人口在城市，而在城市之中随时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所以除了熊猫之外，就在我们研究室的身边，就在上海的140多个小区里，生活着一种一丘之貉的叫貉的这种动物，它们充满好奇。我们在上海超过140个小区发现了它们的存在，我们觉得这是一种适应能力很强的中型犬科动物，我们觉得也许可以花10年的时间好好看看动物怎么进行城市化。但是就在疫情过去之后，7月份，一个这样的聊天记录迅速传遍了上海的业主群，有人被貉咬了。3天之后，这个新闻发酵在网上发酵了几万条，铺天盖地，大家说上海的城市出现了野兽，有业主悬赏500块钱要求保安打死貉，还有这个居民自己去建起来小群去买毒药，要在城市里边去这个毒杀貉，要把身边存在威胁的动物赶走。而这个时候我们更加意识到，不仅山里边的棕色大熊猫需要我们去改变自己的心态，城市里边随处可见的野生动物，从草原到森林，好像都需要我们重新学习跟野生动物相处的方式。所以我们进行了一点点以前从来没有想象到过的探索。我们先建立起来好多群，这些群里边市民在帮助我们提供貉、黄鼠狼和刺猬在城市的信息。再后来我们有了一个超过300个市民的公民科学家队伍，这些公民科学家帮助我们把以前上海的7个调查试点变成了覆盖全市的调查试点。以前我们觉得这些市民就是在帮助我们安一点红外相机，但很快我们发现市民里边的教师在把这些数据变成中小学的课程，市民里边的插画师在出儿童绘本，市民里边的包工头，我从来没想到我的生命跟包工头贴得如此之近，他们跟我们说，我们只要建一道小墙，我们只要改变一个小小的池塘，我们就可以让貉生活的空间跟居民的空间形成一个隐形的屏障，可以让野生动物跟市民在城市里边生活的彼此都更加的安全。所以没有想到我们的工作会在城市里边也开展，而更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团队再也不是一个科学家和一群这个本科生和研究生，所以我们有个开放的数据平台。这个开放的数据平台不由复旦大学共享，也不由我们实验团队所独有，我们开放给政府，开放给各种社会上的小伙伴，开放给学校和各种机构。
而这样的开放让传统的科研工作变成了教育的材料，变成了公众宣传，更可贵的是变成了能够落在城市的土地上面的肉眼可见的一个一个的池塘、篱笆和城市的各种多样植物的种植。所以我们正在没有想到的是，我们正在上海这个城市试图推进中国的第一个城市野生动物的管理体系，从法律到法规，从科学研究到市民共建的一个社区共建的体系。所以棕色的大熊猫我觉得对我们的影响甚至于比以前的各种各样的小故事还要大，这告诉我们，我们要把生物多样性管理纳入到人的生活之中，而要把所有人的意见，我们所有人对于这个世界的期待都纳入到更持久的生物多样性的管理。所以三次见到熊猫有三个小故事，而我自己总结这三个小故事有三个关键词：动物在变化，所以我们进行工作的时候我们要着眼于未来。动物对这个世界，它们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在进行着复杂的交互的作用，所以我们不应该从物种，而应该从生态系统，应该从整体的角度来判断这个世界。而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工作不仅跟动物有关，也跟每个人的生活有关，跟这个世界人和野生动物共存的明天有关。所以希望每个人都有机会展开自己这样的探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自己的探索找到愿意为之奋斗的方向。谢谢大家。